当中现在这个袋鼠终身痛苦的脚印。胡竹冠是引为出竹，中部为涌现大背心架次自身好。那么昨天前面已经讲了，我们这个发菩提心的人，修自他教化的人呢，应该用大悲心来防护自己所有的众生，防护众生呢，应该这个像自己一样的啊，就自己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些小小的危害呢，也不愿意接受，就是一定要就尽量的去就是防止。那么我们也是这样的，这个就是我们甚至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话呢，他也是不仅是在行为上利益无边的这个重视，甚至呢将自己的这个圣号啊，就是在自己的名号呢，就是也是通过这个加持，也通过大悲心来加持，然后呢就帮助这个众生，让众生这个快乐啊，就迁出一切部位。这是大家都应该清楚。观世音菩萨呢，就是实际上三世诸佛的大悲这个总体，三世诸佛的大悲心呢，就是全是那个积聚像，积聚成这个观世音的这种像。观世音呢，有按照这个藏传佛教的话呢，大多数都是以男性像的，然后汉传佛教当中呢，就是也有这个很多是女性像的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就是这个观音的这种像啊，是多种多样的，因此呢就是没有这个固定的就甚至呢，我们在这个人间当中，这个国王啊、婆罗门啊，以及这个乃至这个乞丐以上呢，就是显现也度化众生，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非人啊、动这个植物啊等等，有各种这个幻化像，那就是是这个时时刻刻的是利益这个众生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要这个清楚，就像这个观世音菩萨那样啊，就是度化众生，就将自己的这种名号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像，就是自己心里面发愿，就是你看我的这个名字谁能听到的话呢，那就是愿他的相续当中，让这个升起菩提心，迁出一切恐怖啊，就是通过这样的个祈祷的话呢，那么终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就是成为观世音这个菩萨那样，就是将来接触的众生呢，当然是就是会得到这个利益的啊，就是甚至这个忆念他，甚至就是念诵他的名号的这种人呢，就是也能就是获得圆满的这种这个果位。所以这个佛陀呢，就是在这个法华经呢，法华经里面呢，就是也说了，就是如果有这个无量这个千万亿的这些众生呢，就是感受这个痛苦的时候呢，就是你听到这个观世音菩萨，那么一心一意呢，就是就开始念诵啊，就一心这个成名的话呢，那么这观世音菩萨呢，就是当时这个显现观他的这个声音，观他声音之后的话呢，那么这些众生就是从中就是获得这个解脱。
那个就是将这个推使就是不迎你啊，就是对这个大乘菩提行为，尤其是呢我们这个对自他交换的这些非常殊胜的效修法呢，就是千万不能推使啊、就是不推使的话呢，就是一定会是有一定的这个结果。闻名气场当饮酒细尽国，饮酒细尽国，时比金挂换直男饮某推，那么他这里呢，就是这个宋词啊，就是如果从比喻方面讲也可以，意义方面讲有两种解释方法，各大讲义的这个解释呢有所不同，但这个以前在广释里面说过，我在这里呢就是不分析，我以这里呢主要是以这个翘句方式吧，我都没有什么翘句，但是依靠一些讲义的话呢，也有一些翘句，就是以翘句方式来给大家解释。那么有两种解释方法，第一种解释呢，就是如果我们世间的一些特别可怕的这个人呢，听到他的名字以后呢，就是也很害怕，但是后来呢有机会就是与他这个接近相识，然后逐渐呢就是真这个人就是很随和的，之后呢就是好像你们之间的关系很不错了，就是后来的话这个人就是没有啊，就是这个人不在身边的时候也是心里就是有一种这个郁郁寡欢啊，或者说是这个闷闷不乐的这种感觉。就是同样的道理，我们这个修持大慈不大悲的菩提心的话呢，也是刚开始的时候初学者呢可能觉得是有一点这个困难的，但是呢你这样的这个困难呢，就是不要这个退市，你就不断的去这个修学，最后你自己真的是这个修习传习了，习惯了过后呢，到一定的时候呢，就是你觉得是这种离开大乘的这个菩提行为的话呢，好像自己心里也是不快乐的，有这种感觉，所生快乐皆是贪，所生痛苦皆自私吧，就是皆自己这个真俗，所有的快乐呢，就是源于自己，源于别人这个，就是快乐是源于别人代数，所有的痛苦呢，源于自己，就是就是代数，就是所剩的这些快乐呢，就全部源于就是赐给别人，就是有这样的最后呢，好像世间当中所有的这个发生的一些这个痛苦啊，就是什么这个愁眼呢，就是全部都是跪在自己的身上。我们讲的那个修行纪要上面呢，什么报应皆归于愚种修大恩，就报应皆归于愚种修大恩，意思就是说呢，就是所有的这些违缘呐、危害啊，或者说是全部呢，就是跪在自己的这个窝子上啊，就不对的全部是我自己，对的全部就是恩的全部呢，就是众生的啊，就是最后到了这种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真的是愿意就是帮助别人，愿意呢。就是做怎么说啊，就是做这条路，就是愿意选择这条路啊、那个时候呢可能让你好好的这个享受这个寂灭的果位，就是像阿罗汉啊声闻啊，那这样或者是你当这个皇帝就是自己很快乐呢，还是你当这个乞丐就是帮助众生的话呢，你愿意就是当这个乞丐，这对众生有利的话呢，我宁可当乞丐，我宁可当妓女，最后呢就是真的是就是能升起这样的这个心。
这意。若人于属啊于属界属救护自于他，当修自他还，当修自他还神妙秘密诀。那么下面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在向很快的这个时间当中啊，就是让这个救护三界莲花当中的这些这个无量的众生，包括自己在内啊，向这个获得解脱，向救护他们的话呢，那就唯一的一个窍诀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修自他教化啊，就是将自己的这个痛苦呢将别人的痛苦自己代受，将自己的快乐就是提给众生，或者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就是像保护自己那样，就是保护这个众生。以前就是对什么就是悔恨或者是这个讨厌众生一样，那就是现在从现在开始讨厌自己，就是应该从这种方式来就是修持啊，就修持，这就是非常深深的这个就是神妙的一种这个窍诀。很快的时间当中呀，获得解脱啊，获得那个就是这个真无空性啊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就是修这个自他教化呢，也是非常的这种这个殊胜，就是大家平时呢也应该修着，甚至你自己就是有一些笔墨的这个委员呢、啊、或者是你自己身体不好，就是整天都是有一些这个疾病呢，就医院里面就根本没办法治疗的话呢，那这种通过自他教化的修行呢，也能这个前途的。
Bandarangara, Banna Asadar Dhan.